大家好，我是 Tank， 今天就是圣诞节啦。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有没有在袜子里发现圣诞礼物？我昨天晚上睡前满心期待的把袜子挂在门口，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发现我的袜子被拿去洗了。那今天要干嘛呢？因为前几天我有收到一封信，信上说。不是啦，是我们的乌托邦超人气实况主兼 YouTuber 追儿想要跟人家玩交换礼物。天啊！那因为一儿指定我要送的礼物主题是红色，所以在平复了一下心情后，我决定出门逛逛，看有什么好送的。欸，这个是红色耶。红色小花。可是送这个会不会被揍啊？不行，我们要拿出一点诚意。我其实是来采玫瑰茄的，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儿的影片，有一集教我们做蜜桃果茶。那集好像是专门在介绍跟桃子有关的料理吧。那我有发现蜜桃果茶的原料三样都是红色的哦，那我们再去收集另外两样材料吧，分别是苹果和桃子，然后就可以制作蜜桃果茶。当当，完成。欸，有点渴欸。好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送什么了。红色的，欸，我这只鹦鹉是红色的欸，还是我抓一只鹦鹉跟一儿交换？可是我记得一儿以前就有一只鹦鹉，人家现在都骑冰鸟了。啊，不然，好了，我抓了五只红色的坐骑，通通送给一儿，让一儿自己选喜欢的骑。看到这里，一定会有人想问，为什么五只坐骑没有包含熔火龙？好了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准备完要给一儿的交换礼物，那我就先休息喽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到结束。我们的1600包没有中半只海豚，连七日的都不给。什么？原来一儿指定红色是在暗示他没有抽到海豚乐乐哦。对哦，海豚乐乐也是红的啊。可是 Vicky 上次快把礼包都抽完了，怎么办？终于募集了1000包惊喜礼包，我现在就要带着我的红色坐骑们和红色的惊喜礼包去找一儿了。Let's go！ 俗话说得好，弯得过去是拓海，弯不过去是……有没有人在？没有人看到，快跑，快跑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去一儿家送完礼物了，不知道一儿有没有顺利收到礼物？
虽然送礼的过程一波三折，差点就要填海，可能还不小心撞坏伊儿家的花园，不过我相信伊儿一定会被我的诚意所感动。现在看看时间也差不多，我指定的礼物也应该要送到了。哎，外面发生什么事？我们赶快出去看看。这谁家的车啊？怎么撞我的大门口？这也太不小心了吧！什么？原来我们在同一个驾训班学开车啊！我还特别准备一个信箱放在那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赶快来看看我获得的礼物是什么吧。我指定的颜色是白色。我在想，这台小胖丁本身该不会就是礼物吧？我获得的礼物，哇，也太丰盛了吧！好多东西哦，妹妹套装、白色 T 恤，还有欧式图纸。哦，工作台图纸哎，这个工作台图纸是不是好像很贵啊？我之前去蹲宝箱都没打到过哎。还有这个床，跟我撞床了。这什么？雪原熊、奶牛，还有羊妹妹。哇，又是咩咩套装，又是羊妹妹，还有300朵蓝莲和500瓶牛奶。哇，伊尔家是开牧场的吧？最后这12杯椰奶是怎样？怎么好像是喝剩的？好，那这里面有些礼物是可以打开的，我现在就要来开箱这些礼物。先来看那只坐骑牛和雪原熊好了。哇，是伊儿的心意耶，而且还把它升到满等，果然是宠物粮太多。然后咪咪装我之前就有穿过了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白色 T 恤，哇，是伊儿的纪念 T 耶，这个外面应该买不到吧？好，我要把它收藏起来。不然来用个展示台炫耀一下好了。这个餐桌和工作台，把它们做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成品长这样，我家又添加新家具了，顺便再养一只羊妹妹。至于白莲和牛奶的部分，我决定要把它们做成食物，然后发送给大家。因为是由来自伊儿家牧场所生产的原料制作而成，所以相当珍贵，一般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次跟伊儿的圣诞礼物交换活动。我觉得伊儿准备的礼物真的十分的丰盛，种类非常多样，相较起来我准备的礼物好像有点单调。那么大家看完这集后，有没有想知道伊儿是如何准备这些礼物的？或是想知道伊儿拿到礼物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，然后这一次到底会不会抽中海豚乐乐呢？想知道这些内容的话，只需要到最伊儿的频道寻找标题有 Tank 的合作影片，这部影片答案就会揭晓咯。找不到也没关系，这部影片的下方文字说明区块会有传送门哦。看完伊儿的 Tank 的合作影片后，不要忘记按赞订阅，并在那部影片下方留下祝伊儿圣诞快乐7个字，还有你想对伊儿说的话，就有机会参加圣诞抽奖活动，奖品有这么多哦。记得哦，不是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，是到伊儿频道的 Tank 的合作影片留言哦。截止时间到这周六12月28日的中午12点，然后我们会直播抽出幸运儿，奖励一大堆。就怕你不敢留言参加抽奖哦。对了，听说在我这边留言也有抽奖活动哦，我要赶快去了解一下，顺便看看伊儿抽到乐乐了没，然后再留言参加抽奖了。你还在等什么？